让一些阿族让伊从伊台中公布为国家优先名单。下个电视台总共得到为六项奖，其中纪录片《行人注意》得到为最佳历史纪录片，韩国《飞脚情侣》最佳导演，还有《敬业良心》《客家风》得到为最佳预告片。其中有一些九宫风采得到为最佳神话风格节目。此外，客家电视台20多年的形象短片《时间旅行》也得到为剧情类的最佳短片。用演唱表演从哪里做节目的客家之首，是得到为最佳歌舞节目。一条得奖的作品，每回在个进行跨国的评比，韩国媒体今年年初在新加坡来公布韩国颁奖。